没吃到了。哇 ，N 五哇，第二男的屌啊，厉害厉害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N 2已经可以翻译小说 ，N 1可以当老师，哇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可以去，你可以去那个日本留学了吧？然后顺便帮买一些日本的礼物寄回来，谢谢你，你最棒了。而且卡萨也需要啊，卡萨日文程度感觉也不太好，但是他很喜欢一些二次元的东西，所以礼物就交给你买了。那 N L 问号呢？公三小啊，捡到了粗钓丸。N L 问号 ，N L 问号，一般人做不到。N L 问号是很厉害的，你自己最懂的还在那边问，奇怪、欸。那我们撒诱饵。好，撒诱饵，高级诱饵，我撒，哇，都是小鱼、欸、啊！这只我发现了卡萨，大家有看到卡萨的尺寸吗？就是啊，不见了，卡萨消失在我面前了。嗯，再撒一下好了，我撒。哎、欸，发现卡萨，发现卡萨、嗯。啊，卡萨啊，卡萨没上钩，可惜可惜。我们等一下哈。晚上喝完酒，屁股小心点。怕你不敢来，只会出张嘴，不敢来台北干我啦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先钓啊，这只不是卡萨哈，这只比较大一点。啊！哪呀，过来。小提包，哇！里面装的金盘。嗯，卡萨在哪？我钓一下卡萨。嗯，卡萨应该是这只啊。啊，好像歪了、欸、啊！怎么是另外一只很长的？啊，钓到了另外一只比较细长的。哟，呜呼，好长！耶、yeah, ，钓到了盲鱼。我目标是这只啊，这只是小小的。我的 size 来了，好细。还没丢好。啊，丢这里，这里应该可以。等那只卡萨的赛事，哎、欸，卡萨来了，卡萨来了，卡萨，卡萨来 ，come on， 卡萨！哎呀，卡萨怎么没有摇饵？哦，摇了，卡萨摇饵了。竟然是虾子，小龙虾！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是 Super Big Size 19 cm 的啊，钓错了。这只 size 是不是卡萨的？卡萨哪有这么长？我不信，我再钓一只。这只太长了，这只绝对不是卡萨。19 cm， 谢谢晚上喝完酒，屁股小心点。哎、欸，19 cm 很狂哎、欸，它只比香茗弱一点而已啊！这个好快啊！啊，消失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钓到卡萨。嗯，这边其实都蛮惨的。哎、欸，这嗯，还有没有小只？那这个嘞，这个没钓过，搞不好这个也很短。哦，有了有了，
呀过来！哇，几棒棒！哇，好壮哦，钓到了一百万，太削了吧！竟然有一百万呢、欸！哦，这只鱼游好快、啊！啊，不理我，它直接游过去了。怎么感觉这里的鱼好少、哦？哎、欸，都没有大只哎、欸，都小只的。哦，这是细长的。啊，消失了！这里的鱼好少哦。哎、欸，找到了，找到卡萨了，找到卡萨了。希望这次能真正的钓到卡萨的尺寸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你，不是你啊，不是你啦，钓错只了。这是不知道几吸烟。又下，哇！鲤鱼四四吸烟，比下面的还大，厉害厉害！对不起，我只是想钓鱼。OK， 给你钓，给你钓，反正我就是一定要钓到你啦！我不钓到你之前，我不会离开这片海域啊！哎、欸，这应该算河，我不会离开这片河啊！卡萨啊，他无动于衷。我再钓一只，我就想去那个了。这里应该可以，这个距离刚刚好。来吧。哎、欸，卡萨，这么小就不要这么任性哦，一直乱游。任性呢、欸？来，调皮，没有，我觉得他等等会回来啊。等他转头，等他转头，等这个短小精悍的家伙转头。哎、欸，转头了。不行，我应该钓到这一只，我不信邪。他想往哪里？他想往左边游。哦，上面一点，这里稳了、啊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来吧，卡莎，听话，咬饵啊！嗯，好好，他完全无动于衷。哎、欸，这只好倔强哦。超倔强的、欸，都不上钩哎、欸！不行！哎、欸，上钩啊！傲娇的卡萨，快来咬饵！快咬住这根，咬住这根饵！快！哦哟，这是有戏！换个钓法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发现，卡萨，这只好小，这只好小，这只先钓这只好了。有，咻，有效。啊！跟山民一样长，29cm。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小只的。有了，卡萨上钩了！终于丢到你了。哇！碎啦！啊，好大只啊！小龙虾17cm。
哎、欸，我都掉到 super big size 哎、欸！有，走掉！怎么都这么大只啊？啊，我知道为什么那么大只了，跟钓竿有没有差？是我钓竿用太好了。等一下，我换一下钓竿。没理由每周这么大，我真的觉得没理由。我一定要钓到卡萨，没钓卡萨我不走。这么多是假的 size 啊，这么多跟卡萨不合啊，不行啊！我觉得钓具太好了，我好像比较烂的，我那样最废了。一定是钓竿太好。最后一次机会哦，这次定大小 ，OK， 没问题。那假的 ？SANG 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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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干爹，感谢订阅。哎、欸，干不行不行，差点，另外一只比较大只要来了，再撒一次，哇、哦，这只好快，不行啊，那只很快，我怕掉到那一只。哎、欸，这种好像是要丢屁股哎、欸，我刚丢正面它都不吃了，丢屁股感觉有戏。来来来，回来回来，短小精悍的你。该吃了吧，短小精悍的你，要上钩了吗？不是，这不行，收杆，收杆，收杆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好，我没钓到，我没钓到，我没钓到。好，拉杆失败，拉杆失败，杆那只太大了，不行，绝对不能钓杆那只，杆那只太大了。好，呼，差点就钓到一只大条了。哎、欸，回来啦，卡莎，真的是干废物。没有啊，我你自己说下一只钓到的啊，我不钓到就不算啊啊！我刚才没有钓到，我刚操作失误没有钓到，你就在那边说我废物。好，我们这次有耐心一点，等那只短小精悍的回头就会钓到了，差不多了，他要咬饵了，大家看好他要咬了，我就不信他这次不咬。好，他不咬，我决定换一个地方钓了，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钓吧。小溪的店要倒了，哎、欸，对哦，我都忘记小溪的店了。等一下，前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钓啊，哎、欸，是这里吗？不然就对面吧。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钓看看吧。好，开钓。哦
有有有，这里有小只的，有小只的。好，这次绝对，我觉得这只感觉会耍我，我要钓这只。等一下，那只附近有一只，等一下，想想要瞄，哦，瞄准这只好，这只看起来很小，这只给我的感觉不错。小只真的难钓哎，怎么难钓？好，我丢这。听话哦，乖乖哦，卡莎，乖乖幺二。我真的觉得这游戏小只比大只难钓哎。你看，他妈他就不吃，他妈就是一定要从我们走过去，他真的是跟我作对。你们知道大只的真的是你丢下去，它很快就来咬饵。可是这只小只的卡萨就这么小，是因为它太小，它看不到，是不是啊？来吧，不要让我当边缘人。是钓竿的问题吗？不是吧？我觉得是太小。太小变得很难钓，好，有了吗？照我讲，一般的鱼这时候就会来咬。我真的觉得钓竿的问题，我要换钓竿了。老实面对我的试试先好吗？等一下啊，钓具还是用我的超钓绳好了。啊，感觉就是超钓绳就可以凯瑞我，去把超钓绳，让大家看看你超钓绳的厉害。你们看到哦，果然是超钓绳的差距啊！有了，来吧，卡萨，你的 size 这只就是了，又小啊，好大，卡萨，卡萨那根，好，卡萨的屌只值10000元，结案 ，OK， 好，不掉了，好了，刚那个不算了，再掉一次。啊，原来卡萨没有那里。好了，开玩笑的，这只才是真的，好不好？刚才是不算。有了。Nice！ 得卡萨了，各位。Perfect。这才是正确的大小，刚刚的都是错误的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卡萨刚刚自己说，你跟自己说下一条哦。大家觉得我刚钓包包不算吧？包包不是鱼，大家还记得卡萨刚刚说什么吗？好啦，下一条最后一条了，钓多少钓多少就几 cm。卡萨自己讲的，他刚刚的确是说要是鱼或者是生物，刚刚那个背包不是生物啊。所以你不能拿它当做公分的标准，公分的衡量，这个才是9cm。OK， 没关系，至少你比我大，至少你是我大老三的反过来。OK 啦，可以的，9cm OK。没有，不管啦，龙虾就是鱼啦，我不管啦，我就是要说它是鱼。好啦，成功钓到了卡萨啊，心满意足了。等一下我还要钓什么？我都忘记我来干嘛的。我还要钓那个钓鳖跟那个鳖跟什么？鳖跟鲑鱼吗？那才是我来的目的啊。那嘎达，公三小，恶心。我知道你承认祖先的厉害，没关系，我今天就会把门窗给锁好，让你进不来。黑鲁，等一下，我还要钓另外两个东西，都没钓到。
要钓哪只嘞？这只好了。刚我也想要六十线，我也想要六十七线。屁啦！你知道六十七线，六十线你就没有女人可以。你不好啦，太长不好吧？太长会断掉啦，卡萨。好啦，你不要，我觉得伟大的下面们也不要想当六十七线好不好？那么长你至少不会断掉，八七耶。六十太长了哦，有了。六十会被讨厌，好不好？虾米的大小三十，不大不小，刚刚好。哇，红尊，好美啊！这条鱼、欸，可是我钓不到那个鳖跟鲑鱼鳖跟鲑鱼要向哪里伸啊？那、啊、又来一只，好啦，刚刚你们都追我说卡卡，这只就是我的长度，好不好？这只就是我的长度了，让你们看看我的长度的厉害。你们都说我只会在那边嘴卡卡 ，OK， 这只我的长度可以了吧？而且你们不要说我都钓大鱼，我就钓小的，让你们看看真正的我的大小。哇！不愧是童年，三十五 cm， 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大家看到我跟那个 K 开头的那个职业选手的差距了吗？哇，差了四倍啊，三十五啊，好猛啊，强，憋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差距啊！比虾米还要长五公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三十五大于九 ，OK， 好，我们钓到了三十五公分，好，我们可以离开这边海域了。TNK， 不是啦，不是 TNK 啦，不要牵拖，不要牵拖 TN 好不好？欸，我们还差一只鲑鱼哦，欸，鲑鱼要去海边钓吧？但这里有海边吗？这里有码头吗？去看一下。哇！鲑鱼应该要去海边钓吧？可是我记得这里没有码头哎、欸，我记得这里没办法传到码头。看一下我们桥梁怎么钓，这边有码头吗？哇，这边没有哎、欸，这边这只能钓河里那些。哎，等，干，我看我弹药啊，我弹药不够，不行，我要避障，我要避障。对，我要避障。你在大声什么啦？再见，罗头哥。啊、哦，梦姐十二等，感谢订阅，梦姐十二个月了。好，避障，避障，避障，快逃！身上一堆垃圾耶。我们还有鲑鱼没钓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去钓鲑鱼吧。欸，只有两个点可以钓吗？我再看有没有其他点。DC 街0903，哇，真的不知不觉九个月了，感谢你这九个月以来的支持，感谢订阅。欸，好像只有两个点呢，这个点跟刚那个点而已，那我们回刚那个点去钓吧。嘿嘿嘿，哎，真倒没力了，啊，又有力了。差一只鲑鱼，对不对？欸，上面有人被打，欸，算了，没空，钓鱼先。嗯，感觉是这条。有了，这条绝对是鲑鱼。呜呼！啊，不是。
大王好帅啾订阅，哎、欸，感谢订阅，大王好帅啾。没问题，你这个 ID 正确。哎、欸，还是鲑鱼在最远啊，悠远一点好了。鲑鱼，这啥？这是啥小？泽罗鱼，泽罗鱼瞪你！哇，快满星呢！这什么鬼东西啊？泽罗鱼，哎，看起来好厉害。哦，鲑鱼要在另外一边才钓到的样子哦。哦，好，我钓完这次去试看看。啊，也不错。好，我们去那边钓看看吧。32C 耶。哦，泽罗鱼也是鲑鱼的一种，真的假的？懒熊儿，你把我钓起来了，不要脸，自以为106CN，这么长没有女生会开心啊，八七，这只就刚刚好啊，这个就是刚刚好啊，35CN，真的吗？泽罗鱼是鲑鱼的一种，我看看，相当少见的稀有鱼类，也有相当大型的鱼，哎、欸，可是他没有说是。淡水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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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萨，好。哦，它泽罗龟吗？有龟字哦，真的假的？泽罗哦，所以它是龟鱼哦，真的吗？那我们就回认看一下，真的假的？它竟然是龟鱼。回认看看吧，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哦，在下面。好，有人说这个泽罗鱼是鲑鱼啊，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不是鲑鱼。泽罗龟是一种龟科泽罗鱼属的冷水性淡水食肉鱼类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哎、欸，还没啊，咪咪就不是鲑鱼。好啦，这个不算哦，这个不行。小西很挑哈，他觉得这个不算鲑鱼。好吧，走了，去那边钓钓看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要试那个招数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那个我真的按不出来、欸。等一下我先。好。好，我们盯到有那个，好，第一条有了，哎、欸，真的按不出来、欸，为什么按不出来？我没办法按出这招、欸，哎，这个拔棒回击，对啊，我防御成功了，我按下三角啦，但是不行哎、欸，啊，我飞了。还是防御成功，我要把防御。不行啊，这样要变另外一招嘞。弹药放手。好，我等一下试看看。啊，糟糕，太痛了。EST 好友了，我们现在是 EST 咯。好，我们来挡看看。我们现在是 EST 了。哎、欸，还是这招啊？不是这招啊？刚刚看起来好弱、哦。啊，是这招吗？不是吧？还是就这招啊？我刚不是这样。
感觉不是哎、欸，这应该看起来更帅啊。哦，哦，是哦，好，好弱，好烂啊！好吧，哦，原来就这样子，是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没问题，真不愧是厉害的，拔棒回击。